金融节2023年第11届的 ADA 台北建筑世代会的慈善路跑，现在已经开始报名喽。那跟往年一样呢，我们这一次也会将全部的报名费全部都捐给台东孩子书屋，还有三峡小草书屋。希望我们一边做运动，一边做公益，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爱，能够让他们成长茁壮。那么当天呢，我们的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，除了完赛的时候呢，会有很丰富的完赛奖品之外，还有闯关活动，还有造型比赛，所以希望爸爸妈妈都可以带着小朋友们一起来参加。12月9日，让我们一起在大家河滨公园 Build Down Love, Run for Love。